Power A 的音量调整键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，像是我现在不太想要听音乐，我觉得很吵，我可以把它马上调成比较安静。那我想要继续玩游戏，我可以把音量再开回来。那我们原厂的摇杆如果真的要调整音量的话，我们要按 Logo， 然后我们要到最下面，我们要的音量调整，我们才可以慢慢调整我们耳机的音量。这真的差很多很多，这个音量调整键我真的超级喜欢。